红姐，您找我有事儿？想挣钱吗？想。跟我走吧。 新来的叫李东，以后他负责处。你好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。这活可是玩命的活，这个不敢接吗？我敢接，只要给钱，什么事儿都敢。你看，把这包货送到悦达健身房。 这个钥匙有储存柜的号码，你把货放在里面。好。见了警察，知道怎么说吧？知道。去吧。红姐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开车先走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